观众朋友你好，我是 Gino， 欢迎您和我一起自助旅行。在电影里面或在明信片上，每到秋天总有满地枯黄的落叶，那这个时候呢，小朋友可能就会在公园的秋千上面荡来荡去，玩得很开心。很多人从小就爱荡秋千，而且总是想办法要荡得越高越好。那秋千的英文就是 swing， 也就是荡过来荡过去的 swing。而有一个片语呢，就叫做 in full swing。 in 是在里面， full 呢是充满的，满到极致的，而 swing 就是秋千。那坐在一个满满的秋千的 in full swing， 原本是指说小孩子在游乐场荡秋千的时候呢，越荡越高，一直荡到了秋千最高的程度，再怎么样也高不了了，到极限了。那现在呢，这个片语就被用来形容说一个东西或一件事情它进行的如火如荼，日正当中的意思。好比说 The conference was already in full swing when Tatiana arrived. The conference 那一场会议 was already in full swing， 已经进行到了重点，已经到了如火如荼的时刻。 When Tatiana arrived， 当 Tatiana 抵达的时候，整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Tatiana 她来参加一个会议，可是她迟到了。结果呢，她到了的时候，会议开始那些什么握手寒暄啦、自我介绍啦、主题介绍，通通都已经结束了。会议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最高潮，如火如荼的时刻。The conference was already in full swing。现在每一个人都在聚精会神的在开会，在热烈的参与讨论。那当事情呢发展得很顺利，状况极佳的那股日正当中的气势，是想挡也挡不了的。就好像是秋风扫落叶一样，一股强劲的力量一下子就赢得胜利。那这样的情况呢，这样的胜利就可以算是一个 landslide victory。 landslide 就是山崩走山的意思， a victory 就是一个胜利。那我们都知道山崩是很恐怖的，可能一次地震或一个风灾就可以在一瞬间让整个山坡坍塌下来，怎么样都抵挡不了。因此一个 landslide victory， 一个像山崩似的胜利，就是让对手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也就是所谓的压倒性胜利，大获全胜。好比说 The candidate is celebrating her landslide victory 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The candidate 这个候选人 is celebrating 正在庆祝 her landslide victory， 她压倒性的胜利，with tens of thousands of supporters， 跟好几十千，也就是成千上万的支持者。整句话就在说呢，这个不知道是要选立委还是要选总统的候选人，他刚在一场选举中大获全胜，以非常非常高的票数痛宰了对手，而现在他正在跟成千上万的支持他的选民一起庆祝这一个压倒性的胜利，这个一面倒的 landslide victory。 那当然可以大获全胜的感觉一定很棒，毕竟谁不喜欢当一个大赢家。但是呢，在日常生活中，生命并不是总可以如此的美好，特别是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一个时代，什么事都要比来比去。那在比赛在竞争的时候呢，有时候双方的实力都很坚强，平分秋色，所以不到最后一刻还真的分不出胜负。那这个最后一刻呢，那个 moment 就是所谓的 match point。 match 在这里是比赛的意思，而 point 是点，也是分数。 match point 中文就是赛点、赛末点或决胜点。这原本呢是网球的一个术语，用来表示说两个对手任何一方只要再赢得一分就可以赢得这一局的比赛。不过现在呢， match point 其实也可以用来形容说任何一种比赛或竞技双方的比数一直拉平，而比赛呢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这关键的一分，这个关键的 match point 就是危急存亡之秋一样，不是你死就是我活，是一个让人坐立难安的一个 moment。而 match point 这个片语我们也可以这样用， Everyone held their breath at match point. It was a very intense game. Everyone 每个人 held their breath 都屏住呼吸 at match point， 在赛末点，在决胜点的时候， It was a very intense game. 这是一场非常紧绷非常刺激的比赛。整句话意思就是说呢，今天这场比赛双方选手实力相当，一直比到最后一分钱，
双方的比数呢都是一样的，所以直到了 match point 赛末点的时候，在场的观众呢每一个人都屏气凝神来看看究竟是鹿死谁手。那有些人呢费了好一番功夫才得到胜利，自然是很兴奋，免不了的想要跟朋友来分享一下这个胜利的喜悦。但是呢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是老气横秋，丝毫不谦虚，而且自以为很了不起，在别人眼睛闪闪发光的分享自己的喜悦的时候呢，他们会给对方泼一桶冷水，然后说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Been there, done that。 Been there 表示去过了， done that 表示已经做过了，所以 been there, done that 表示说你讲的地方我都去过了，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说的事情我也早就做过了，有什么大不了的。换句话说，要是有人说这个片语 been there, done that， 那差不多就等于说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我已经见怪不怪了。好比说I have zero interest in marriage. Been there, done that. I have, 我有 zero interest, 零个兴趣，也就是毫无兴趣 in marriage, 在婚姻。Been there, done that, 我已经经历过了。陈 Joyce 就是说，我对婚姻已经毫无兴趣，因为我已经经历过婚姻了。Been there, done that, 没有什么好稀奇的，而且我也不打算再步入礼堂。因为婚姻这个东西说实在没有那么伟大。好，最后我们来整理一次今天介绍过的跟秋有关的英文片语。首先是 in full swing， 把秋千荡到最高，表示一个东西进行的如火如荼，日正当中的意思。 landslide victory， 像山崩似的胜利，也就是一个压倒性的胜利。而 match point 赛末点，也就是一场平分秋色的比赛呢，只差关键的一分就可以赢得胜利，也就是危急存亡之秋的关键时刻。最后 been there, done that， 这是一种老气横秋的心态，全论就是说因为已经做过一次同样的事情，或是已经去过同样的地方，所以不会感到新奇，不会感到任何的惊讶。接下来在自成一家，我们来看一看呢到底什么是回车键。我们无论在使用任何电脑程式，几乎都一定要按下回车键。不过当然回车键是大陆的说法，在台湾这个键叫做输入键，也就是键盘上有 Enter 字样的按键。回车键这个名称的由来其实很有趣，相信大家都曾经在电影或卡通里面看过早期的机械式打字机。这种打字机的上方呢有一个类似滚轴的东西，我们把白纸跟那个滚轴固定在一起，然后就可以透过键盘把文字打在上面。而我们一边打，那个滚轴是会整个一起动的，所以当我们打满一行字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手把滚轴给推回原来的位置，然后打字机就会叮一声，比方说已经归位，而且可以输入下一行字了。那这个推回去的动作就叫做回车，但一直回车手也是会累的，所以呢之后的打字机就多了一个新发明的按键，只要一按就可以做到回车的动作，因此这个按键就称为回车键。而后来电脑问世了，而这个移动整个滚轴的回车键呢就成了换行的回车键，也就是我们说的输入键 Enter。 那现在呢大家使用电脑的时候，对于按下回车键就跟呼吸一样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但在当年这可是一项突破的发明，所以我们还是要感激一下我们的前人。最后呢我们也要感谢您今天和我们一起认识了秋这个字。我是 Gino， 自在生活，我们下次见，拜拜。